郡主是想说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们就一别两宽。正是。不过，新春宫规矩森严，女子只有被休妻的份。但希望少主明白，我元婴可以丧偶，可以和离，但绝不能因为犯错而被休。要离开，也要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的离开。 金川郡主名满天下，果然是有大志向的人。所以，少主是答应了。有件事我要提前告知，我有个侧夫人叫李薇，之前我是想把她扶正的这个意愿，不会更改。 明白了，这个李薇我有所耳闻，出身微寒，能力有限，的确是撑不起少主夫人这个职分。为感谢六少主诚挚合作，我也愿意完成你的心愿。我会将李薇教导成合格的少主夫人。祝你们二位幸福。 合作愉快。少主这是醉了，酒量不好，也会拖后腿。我没有，你先休息吧。